应该就是这几箱了。行，那我们分头找吧。哎，这些都是高中的画册，找大学的就行。我这里有一大学的，找这些。 一毛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个画册是多大、有多厚啊？当时去参加艺术展，肯定不会太大，可以随身携带的。随身携带，会不会是素描本之类的？有可能。再找找。哎，这儿。 是这个吗？繁星画廊，是不是这个？对，就是这个。哎，抱歉啊，韩小姐的画已经卖掉了。那问一下，怎么样能联系到买家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规定不能透露购买者的信息。那作者本人也不行吗？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他。这，好吧，我可以先尝试着帮你联系一下，看看能不能约时间见面。嗯，好，那麻烦你了，谢谢啊。这幅画。 之前就挂在这个位置，但是后来被一位来用餐的客人给买走了。这吃饭还顺带买画啊？那位客人好像特别喜欢这幅画。那能联系到那位客人吗？嗯，行，我帮你问一下。小张，哎，给杨总打个电话。好。其实一开始啊，我们老板也不愿意卖，因为这幅画是他精心挑选的，气质呢。 和我们餐厅也非常的搭配。你们看，到现在我们老板宁愿空着，也找不到一副能够替代的。那既然这样，你老板为什么要把画卖了？我就记得那天晚上，那个客人和老板聊了很久，最后终于把它说动了。我在想，他既然这么喜欢韩小姐的作品，那他一定有很特别的理由。那请你帮我一定联系到他，拜托了。 小朋友，你的家长在家吗？怎么了，可可？